民建築商 Mankus 又一傑作，繼 Yarn and Shepherd 同湖邊之後， Mankus 打算喺905地區打造一個市中心，5分鐘地鐵車程就可以去到約克大學，35分鐘地鐵就可以去到丹丹翻工。而今次推出的中密度住宅就只需要步行5分鐘就到地鐵站。看一看這個項目的藍圖先，由文娛康樂到綠化公園再到球場，而當中最不少得的當然是商業中心啦。和其他 Mankus 住宅一樣，這棟大廈包括豪華大堂、健身中心和兒童遊樂室等等。想知多啲有關於 Mobilio 同旺市嘅實際環境，打俾我 Ringo 先傾傾啊！我嘅電話係64763892100，64763892100。